谁说童话里面都是骗人的？可是有些故事最后成真的，尽管过程艰困，最后结局是美的。一则讯息可以幸福一整天，一次碰面花一个月去想念。我怎么了？旧毛病又犯了，怎么我又想你了？走心的歌还没到心却又断了声，卡在喉咙里的那一声隐隐作疼，轻轻的很淡淡的悲记着。走心的歌还没伤心却入戏太深，唱出内心里的那热的趁着自我决定奋不顾身，把内心的话释放决定奋不顾身，把内心的话释放。